嘅參賽者有冇機會呢？我好想佢入。佢我有機會㗎，點解會冇機會啫？咩人都有機會，睇下佢個唱嗰個咩啫嘛。因為呢啲喺市場上咧係好有嗰個獨特性。雖然佢第一句走音。係啊，同埋好難唱嘅呢個。係啊，好難唱到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感覺。嗯，正嘅呢、這個。好。Hello。OK。一個冇唱到喎。係啊，係啊。好。喂，我哋寫翻自己名，原來冇寫名。係啊。嗯，好。Hello， 兩位評判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一百號嘅，我叫做 Wendy。咁我係其實是第一次參加公開歌唱嘅比賽。我緊張到頭先都好痛。唔使緊張，唔使緊張。你當喺廁所唱歌得噶。係啦，咁但係唱歌呢團火咧喺我個心裏邊一路燒到而家四張嘅。咁我覺得咧，遇上中年好聲音呢個咁好嘅歌唱節目咧，咁我呢團火咧要爆啦。咁我但係今日咧唱嘅歌，頭先喺出邊聽緊嘅時候咧，啱啱有個比賽嘅參加者都唱過。咁就係我今日唱嘅就係梅艷芳嘅《曼珠沙華》。好 ，thank you。在地上遗下废纸张，一封吹上这心窗，愿尽力忘掉却再想。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梦样，不禁令我想。他的臂弯些魅力，不禁又再想。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，曼珠沙卡。Thank you. 先咪攞埋。